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今天是第845集的播出。大家看到前面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掉下来。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红财神的新咒哦。奉请根本传承大家持，我们奉请欢喜天王红财神，嗡嘎那巴帝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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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Ganapati Ye Swa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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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apati Kakakaka Na Ganapati Ye Swaha 这个像在下黄金。Om Ganapati Ye Swa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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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apati Kakakakana Ganapati Ye Swaha 我们现在做网络的直播分享哦。Om Ganapati Ye Swa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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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apati Kakakakana Ganapati Ye Swaha欢迎大家一起来做网络直播分享哦。Om Ganapati Ye Swa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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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apati Ye Swaha
Om Ganapati Ye Swaha Ganapati Ye Swaha 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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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apati Kakakana Ganapati Ye Swaha祝大家发财吉祥 Om Ganapati Ye Sw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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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Ganapati Om Ganapati Ye Sw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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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Ganapati Kakakana Ganapati Ye Swa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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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apati Kakakana Ganapati Ye Swa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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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apati Kakakana Ganapati Ye Swa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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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apati Ye Swaha
嗡嘎那巴帝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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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嘎那巴帝嘎嘎嘎嘎那嘎那巴帝耶娑哈。音乐结束了，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连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今天是第845集的播出。星期五的晚上，怎么时间又过那么快，一个礼拜又快要接近尾声了。不过呢，不要忘记哦，明天我们仍然有直播念咒经瑜伽，将会加念大白伞盖佛母的新咒哦。我们看看现场哪些同门已经上来了。哇，看到洪春义 Anna Wong Diamond Anna OO Melotus 季珍 Colili Mui Dan Jen 啊，还有怡宝的俊雄佩文 Yumei Lai 郑雅珍季珍胡小丽 Jen Fok Yi Colili 徐宇芳 Shou Gi Jun 对不对啊，李碧恩七郑雅珍胡小丽 Xin Kyu Li 林秀英 Gary Namaste 啊，张瑞文啊，还有 Justin 林秀英 Gary Namaste 念过了 Diamond 的功课，徐月英徐宇芳喵炫新加坡的 Shachiki May Lotus 赖玉晶云林卷 May Lotus 分明淡何祥腾云林卷，还有这个黄川义Lotus One White Vicky Fan Karen Lee 薛丽玲哇 ，Alan Wong 啊，还有Yin Huyu Lotus Karen Lee 阿 Ben Lin Kelly Brana Amy Young， 还有这个哇，王国会的功课彩娟上来了Henry Jia 谢谢大家的上来，我们先赶快跟大家报告真佛天空的健康新闻等一下打开。知道大家这个台湾有个新闻哈，肝如果好的话人生是彩色的，如果你的肝脏不好的话人生就是黑白的，肝坏掉了，如果你的肝脏坏掉有五大症状，照镜子就可以发现了是怎么样。第一个，你的眼睛眼白会泛黄色，就黄疸。第二个，容易疲劳。第三个，皮肤很痒，这里痒，不眠原因的痒，也没有被蚊子叮，也没有这个过敏是这个不明原因的非常的痒，这是肝病的征兆。肝脏是解毒排毒，解毒能力变差就会无缘无故过敏发痒。第四个呢，看看你的手掌对不对这个是很粉红色很均匀对不对，如果这边特别红这边特别红，这是鱼际那这个是小指的这个肉，这边这两块特别红的话这个特殊的非常的红就是手掌红斑，表示肝脏代谢恐怕出了问题，恐怕是纤维化肝硬化。当然呢，肝脏这个你们可以做这个超音波的扫描，看看有没有脂肪肝肝有没有包油好，但就是你的胸口有这个痣，洗澡的时候照一下镜子，看看胸口有没有那个小的红点，周围呢像蜘蛛网般的放射的纹路哦。如果有这种叫蜘蛛痣，表示肝脏可能不大好。那外科医生讲，当一个人体重突然减少，但是肚子突然变大，也是肝硬化，还有癌症发生的可能。所以呢，他这个有一位医生曾经呢治疗一位35岁的男生。才35岁哦，对方呢也没有抽烟也没有喝酒，可是呢看起来每天精神都不大好又突然瘦，瘦的时候肚子又凸起来这个很像饿鬼道检查居然是肝硬化的末期。哇，原来呢这个生病的这个人呢是 B 型肝炎的带源者，他是身为工厂的主管，平常工作非常的忙碌，常常跟同事熬夜，导致于 B 型肝炎，B
引发的肝脏末期，肝炎啊，肝硬化末期，所以那个时候再来吃药已经太晚了，只能等待换肝。又有一位医生讲啊，说有一次遇到的是50多岁的，也是 B 型肝炎的带源者，他又合并猛暴性肝炎。起初呢，他这个来看医生跟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还可以走来走去。不过呢，抽血报告显示肝的指数已经超过1000了，黄疸的指数也很高。我曾经看过肝癌的病人，这个眼球的黄像我的领子这么黄，哇！然后呢，这个他的周围还有贴有师尊的照片、佛菩萨照片，可是他自己还很害怕的哦。也曾经看过这样子的病人，好，黄疸指数过高，那他也是觉得非常的累哦，没有其他不舒服的。他还跟医生讲，医生赶快把我治好，我礼拜五就要这个出来，因为礼拜六呢女儿要结婚了。没想到呢礼拜三他就陷入了昏迷，呈现了肝脏衰竭的症状。医生赶紧为他插管然后治疗，礼拜四他的肠胃道又大出血，又引发肺炎、肝脏衰竭并发的症状。那么呢，通常这个医生哦，会对这种症状的人，在一两个礼拜会有一种支持性的疗法，比如说要给他注射抗生素，要输血，要强心剂，全部通通用上了，可是还是没有，还是没有活下来啊，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遗憾呢。所以医生讲，猛暴性的肝炎是怎么来的？有的是遗传啊，凶猛的猛，爆炸的炸啊，猛爆这个爆炸的爆，猛暴性肝炎啊，是这个有的是遗传因素，有的居然是病毒的因素，有的是乱吃药，或者呢去看电台草药乱吃草药。肝不好，人生真的是黑白的。猛暴性的肝炎死亡率非常的高，来势汹汹。猛暴性肝炎死亡哦，也是排第一的。那第二期的患者本身就陷入昏迷，死亡率高达三个里面有一个死亡率高达33%以上，而且会合并昏迷哦。那这个如果合并昏迷的话，死亡率5个就有4个会中，10个就有8个。那好，第二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先生40多岁，突然觉得背部，我们有上面的背部跟下面的背部，上面的背部哦，不是肌肉酸痛，上面的背部的痛，但是不是肌肉酸痛，是莫名其妙的痛。竟然是身体的某个器官出现了问题耶！哇，他有一次就是这个上背部痛，然后肩胛骨中间地方痛痛的不舒服，那之前也没有什么外伤，也没有什么运动伤害，那这种疼痛呢也不会随着背部的伸展缓和加重。他工作也是非常的忙，然后呢一直都这个因为忙工作就没有去看医生了，结果呢去安排健康检查，调查这个查他的胃部胃镜，才发现已经患了慢性的胃炎。后来改善之后这个就比较好了，但是这个胃炎应该是胃部痛，怎么会有这个上面的背部痛呢？那这个专科医生讲，这个是胃的转移的痛啊，那胃的神经跟上背部的神经又重叠，所以呢上背部会疼痛啊，那这个就是胃部的转移的疼痛，还有有些内脏的疼痛也会哦，转移痛的哦，所以呢疼痛不是只有吃止痛药，一直都不会好的话，你要注意看你是不是太忙了，没有休息，你的吃饭饮食有没有正常，有没有怎么样的哦。所以消化器官也有类似这种转移的疼痛哦，
比如说胆，我们的胆囊转移痛可能会出现在右边，肩膀的痛，胰脏的转移的痛哦，也会出现在上背的痛，你的内脏的痛有时候会在背部哦，所以呢，这个症状就要注意了。胃部发炎的症状哦，有时候不是很明显，轻微的可能只是上腹部肚子那边有点不舒服啊，肚子胀、恶心等等。那有可能是幽门杆菌感染、不良的生活习惯哦造成的。胃部如果已经处于一种发炎的状态哦，然后呢又这个人的生活又不大好，又抽烟喝酒，又吃很咸的或者腌制的啊腌萝卜哦那个腌制的东西哦饮食啊乱吃，然后造成幽门杆菌持续的感染，就会变成了胃癌。胃发炎以治疗是用药物为主，但是要避免这个生活习惯，吃的饮食也要注意，那生活上要放轻松。好，这个是关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报告啊。那跟大家讲上一集金头脑的答案啊，真佛宗弟子的法号用莲这个字来做表征哦，是什么意义呢？我们上一集有讲到，对不对？莲呢，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对不对？表示由凡入圣，修正得果，人人都到麻哈双莲池啊，将来人人都能够到麻哈双莲池哦。麻哈双莲池的世界啊，通很多佛果的世界。真佛宗的祖师莲华生大士师尊啊，莲生活佛也是莲。那莲字也是鼓励大家证得如来的五种智慧。那表示这个平等性质，自他平等，所以呢修自他平等，不要有恨，最后能够无怨无恨啊，修正到自他平等啊。那这一集今天呢，真佛金头脑的提问是什么呢？真佛行者要修法，要修真佛密法，为什么一定要八大菩提心？下一篇会跟大家讲哦，这个在智慧的光环第58页大菩提心。我们密教行者不是只有自己修哦，还要为众生。为什么要发大菩提心呢？等一下会跟大家报告啊。那上一集的哇，我们先报告谁哇？这个我们读书会啊，金头脑活动七次答对的，10月8号到10月21号的哦，那有连续答对七次的俊雄、李东代，还有黄晨、当面妹、Jenny Gister、彩娟、林玉珍、Loyal Ball、修金啊、林娟、Jenny Dan、DBNG、英林娟、Lisa Lin、张凤丽、优美赖、王国慧跟邵敏师姐，掌声鼓励。欢迎大家继续答题哦。好，那上一集同伴的留言，张凤丽讲哦，那就是说他分享就是有个男的在参加白财神法会，只是参加还没有皈依，居然也找到工作了，增进财富。好，瑞秋俊讲法号莲花就是师尊给我们的，先给我们的果位哦。好，那这个刚刚的这个法号的意思都跟大家报告了。好，今天呢智慧的光环要跟大家第一篇介绍八大菩提心哦。我们的师尊他讲你要跟修行的主尊相应，一定要明白这个主尊的菩提心，他发什么心你要跟他发的心一样。你修地藏菩萨的，你就要发地藏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那个修阿弥陀佛48大愿，药师佛12大愿，不动明王的咒哦，不动明王的愿，见我身者八大菩提心，闻我名者断恶修善，听我说者得大智慧，知我心者即生成佛。哇，很多佛菩萨他们都发大菩提心了，药师佛还有12大愿，对不对？我们师尊呢是什么？你们要跟师尊相应，哇，
愿意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度众生，愿意本身碎骨度化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发愿就是大菩提心，发了愿也要去实行，这是师尊的愿望。所以呢，师尊在文章上一开始讲，修行呢有小乘的比如说他是修这个自净其意修戒律的，自己清净的要守戒的这个就是声闻乘然后有缘觉乘，修十二因缘而开悟的。那大乘是修六度万行，修菩提心也要修菩提心师尊呢曾经讲金刚手菩萨说，修密教的行者，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你是没有办法修成密教的所以发大菩提心很重要从前呢有一位菩萨他叫无着菩萨，他一天到晚要修什么？跟弥勒菩萨相应。那呢比如说他修了十年，结果呢这个在岩洞修十年，弥勒菩萨都没有来，也没有感应，他放弃修法了，不修了。然后呢他走出外面，看到了他的岩洞外面有那个石头上面的墙壁滴水穿过那个石头，他就想这个水是液体的，哪有石头那么硬，那不知道滴了多久，然后那个石头会被穿越变成凹下去，凹一个洞。那他才修十年修几年而已，就要弥勒菩萨相应，对不对？会不会连这个水跟石头都不如啊？于是呢他想到自己还是要继续修，他继续又修了五年，比如说再修五年还是没有相应，哎呀放弃了，他就走出岩洞之外走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老婆婆，哇她在磨刀，在磨刀在磨一个石头，然后要给它磨成很细的刀子，这石头很厚但也要磨成刀子，磨成石刀。他说老婆婆你在干嘛？我在磨石刀。老那个无着菩萨，执着的着，无着菩萨讲，老婆婆你这个石头那么厚，那要把它磨成那么薄的有人说是磨成针或者磨成刀那个要磨那么薄，那个要磨多久？那个老婆婆又年纪又那么大，老婆婆讲说没有关系，只要我有恒心有毅力，纵使我年纪很大了，我每天在磨它，总有一天它会变薄的，它会变成刀或者说变成针一样。这个无着菩萨一听这个老婆婆怎么那么厉害，自己会不会输给这个老婆婆啊？不行不行，还要再回去修。于是呢他又修了，比如说又修了五年还是没有感应，这一下子决定要放弃了不修了。然后走出来哇看到一只赖皮狗到那边这个赖皮狗呢全身长满了虫，对不对？那个疮不是虫，长满了疮长脓，而且呢他那个疮肉破掉了，然后里面有很多白白的蛆虫在身体咬来咬去。哇这个无着菩萨看到这个狗非常的可怜，好吧那我就帮他把那个虫把它抓起来抓掉，对不对？可是呢他当他的手要去碰这个狗的那个虫身上的蛆那个虫的时候，那个狗因为很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手碰了会痛，那就用他的嘴巴舌头去把那个虫拨开，好吧，那个人的舌头是吃东西的，去拨虫会不会很恶心啊？可是无着菩萨为了要解救这个小狗的痛苦，他就弯腰伸出舌头要来去把他那个虫把它拨开的时候，他伸这个正要趴下去的时候，碰到的不是狗，碰到的是谁？哇，弥勒菩萨，居然碰到了弥勒菩萨
原来这个狗是弥勒菩萨变的。他说：“弥勒菩萨，我好想念你，我修法已经修了10年、5年、5年，我都一直没有相应，为什么你现在才出现呢？”弥勒菩萨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从你修法的时候，我就一直跟你在一起，因为你没有发菩提心，因为你的慈悲心没有发出来。我的弥勒菩萨，弥勒两个字就是慈悲的慈哦，姓氏的氏就是慈氏，对不对？那你没有跟我的心慈悲心菩提心相应，直到你对了这只狗，然后产生了菩提心，相应了我的心，然后才相应了我。”哇！无着菩萨说：“哇，原来这样。”然后呢，这个弥勒菩萨还叫这个无着菩萨把他背在身上。他说：“现在的人呢，要看我的真身，真的不容易。修行虽然有一些人，有很多人，可是呢，要相应这个慈悲心、菩提心还是很少。所以呢，他就是这个弥勒菩萨叫无着菩萨把他背在身上。”背背背，然后就去问啊，市场上外面的人看他身上背的是什么，对不对？那人家呢就说：“哎，你这个没有背东西啊。”无着菩萨问说：“你这个看到我背什么吗？”他说：“没有啊。”很多人都看到说：“没有啊，没有啊，你神经病。”哎，你没有背东西还叫我们看。只有一个老婆婆看到什么，看到那个无着菩萨背了一只狗，赖皮狗，那个菩萨还，那个老婆婆还比较有修行的。好，我很早很早就读了这篇故事，对各位同门，菩提心重不重要？你们跟祖尊相应的心重不重要？你们会不会修法只是修自己？你看好，最近几个同门，你看到回向对不对？回向啊，请佛住世啊，回向空屋退散啊，回向台湾的那个旱灾啊，这个都是发菩提心；回向新冠肺炎早日退散，这个是发菩提心，对不对？是不是很棒？祝这些发心的同门能够早日相应，就是这样子。你要相应，一定要有祖尊的菩提心了。所以今天金头脑就问大家说：为什么我们修行一定要发菩提心呢？师尊是怎么讲的？他说呢。真佛行者修法行法一定要发大菩提心，不是只有为自己修，而且是为众生而修。众生是第一，自己才在最后。哇，你想说在众生第一，自己最后，什么时候才息灾？其实你也是众生之一，你为众生发愿的时候，也同时也消自己的业障。所以呢，师尊讲众生是第一，自己在最后，如此才可以减少业力的牵缠，能够极深成就。你们在答题的时候呢，如果有一段话能够答对，就算给分，因为这个答案比较长。真佛行者修法行法，记住一定要发菩提心，不是只有为自己修，而且要为众生而修。那众生第一，自己在最后，那这样子呢才可以减少业力的牵缠，能够极深成就，减少业障。诶，原来发菩提心还可以减少我们的业障牵缠。诶，所以师尊讲，如果有人发愿要建立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团体，要建全世界最大的寺庙，要建这个最大的慈善会，这种发心呢算大吗？那只是这个宗教团体，可是比度化所有的众生还是显得小了很多，对不对？你看地藏菩萨生生世世都发愿要度众生，我们师尊也是一样。所以呢，师尊讲再念一次，这么行者修法行法一定要发大菩提心，记得不只是为自己哦，而且还是要为众生而修。
那这个众生是第一，自己在最后，如此才可以减少业力的牵缠，能够极深成就。所以呢，反而呢，如果说这个是我的寺庙，我发愿做建大庙，然后这个是我的寺庙，我的地盘，我的名，我的利，名闻利养，那不是大菩提心。大菩提心是为众生而想，不为自己想，不是大菩提心。那是什么心呢？师尊讲，私心，自私的私心。好，那这篇大菩提心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故事，相信也可以帮助大家印象要深刻了。好，下一篇讲显密圆融。好，显就是显教，密教，两个都要圆融。那记得师尊曾经在这个印度的哲蚌寺为2000个喇嘛僧说法。哎，你说那个汉人能够为这个在这个藏密的寺庙说法非常的少，因为呢他们还是会以他们的藏人为主，哎，除非是得证的圣者，他们非常的推崇，对不对？他们呢很多活佛，对不对？像甘丹赤巴佛活佛法王就送师尊什么传承的法王袍，那个翁恰克仁波切送师尊法王座，推崇师尊做法王座。还有这个卡乘仁波切，卡乘仁波切呢推崇师尊坐床，就是推崇师尊为活佛。藏人呢也有一些像金美仁波切，他们皈依师尊的，所以他们的藏人是有推崇我们根本上师的。所以呢他师尊在哲蚌寺面对2000名喇嘛说法，那师尊讲起密教修法的要义，然后呢讲完之后他们的堪布哲蚌寺的住持堪布对师尊讲，你所说的他们不懂。师尊很惊讶，为什么？那堪布就对师尊讲，喇嘛们在三大寺他们的这个藏密三大寺只学显教的五部大论我那天讲说这个在藏人他们学显教密教各多少年呢？他们学显教12年，学完12年才可以再学密教8年。哇，所以呢他讲说这个他们呢学五部大论，在三大寺院完成了学业，才可以到上密院下密院，那在密教的杂唱学习密教。师尊呢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要先学显教12年才能够再修密法，总计20年的这个时光才能够显教密教都圆融的。所以各位同门，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很幸运，对不对？你们一下子皈依了，就比人家快学真活密法。人家学12年显教才，然后再学8年密教，我们一皈依就学密教了，你会不会觉得你们赚到了不过呢，师尊虽然讲说是这样，可是呢，显教跟密教还是要圆融。师尊讲显教的理论比较多，密教的实证实修实证的比较多，显教的佛法是基本的道理两者其实呢不可以特别注重哪一面，不能够特别注重理论，也不能注重特别注重的这个实证方面，两边都要，不能说哇这个理论都不懂也不行的。所以真佛宗呢他主张显密都要圆融，虽然我们从密教的法先进来，但是师尊平常说法师尊讲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都是非常的重视显教呢就是像衣服一样，密教就像我们的领子一样不可以喜欢衣服但是没有领子，这样的衣服就散开了，呵呵，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我们师尊讲的显密圆融。好，我看看哪些同门同门在回答问题了。还有这个余正红、陈定国、Josephine Ian、Carol Wine Guan 那个 Lisa Lin 的功课，黄晨、张妙柔、
归风凤，对不对啊？林飞林啊，丹丹第二的功课，黄美惠、王国辉的功课啊，以心来了啊，张登云、薛亚芳、陈乔峰、叶慧婷、张傅妈妈啊，林瓜令、钟金钟、陈宁珍啊啊，这个每年的功课啊，然后啊，吴秀吉的功课，辛迪蕾上来了啊。哎，那东汉也应该上来哈、啊，桂玲玲、丹地带啊，啊 ，Jenny Gon 啊，何向荣、许慧义、Edin Sen 啊，看到东汉师兄了，曾玉婷、吴秀琪、傅思锦师姐 ，Joan Dio 哎，刘碧香哎，桂玲玲、陈慈昌啊林慧晶、Kitty Brown 啊，胆固醇太高也会影响肝脏啊，所以呢。哎，这个都要注意哦，这个会影响各个内脏的哦。啊，廖金蝉师姐、关刚舅啊、林真、Lisa Lin 啊、曾玲玲啊，好其他同门如果没有念到名字，同等的欢迎你哦。哎，哇，大家在回答金头脑的答案了。好，节目中间我们来啊，节目中间我们一起来请佛住世，祈请根本传人上师。愿师尊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我们唱上师心咒。嗡咕噜哩声悉地哄，啊嗡咕噜哩声悉地哄，嗡咕噜哩声悉地哄，嗡咕噜哩声悉地哄。嗡咕噜哩声悉地哄，啊嗡咕噜哩声悉地哄，嗡咕噜哩声悉地哄，嗡咕噜哩声悉地哄，嗡咕噜哩声悉地哄。嗡咕隆连声悉地哄，嗡咕噜连声悉地哄，嗡咕噜连声悉地哄，嗡咕噜连声悉地哄，嗡咕隆连声悉地哄，嗡咕噜连声悉地哄。嗡咕噜哩声悉地哄，嗡咕噜哩声悉地哄，啊嗡咕噜哩声悉地哄，嗡咕噜哩声悉地哄，嗡咕噜哩声悉地哄，嗡咕噜哩声悉地哄。啊嗡咕噜哩声悉地哄，嗡咕噜哩声悉地哄，嗡咕噜哩声悉地哄，悉地哄。我们以最虔诚的心回向最尊贵的根本传上师，愿师尊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无住涅槃，佛体安康，一切度众的事业悉皆圆满。感恩师尊写书弘法，教导我们八大菩提心，我们愿学习您八心，更精进的静心修行。我们给师尊热烈的掌声鼓励。哇 ，Kitty Brana 讲，当皈依师尊，才真正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庆幸，对不对？哎，好，哎，那这个郑雅珍、陈家芬、弟弟舅，哈，啊，这个刚刚看到又谁？邱佩蓉，哎，啊，其他他们回答问题了。好，那接下来《活佛之歌》第三册要跟大家讲什么？苦跟乐，苦乐相对。哎，人生有苦有乐，对不对？长寿贴，你若拜梁王宝忏，他要讲说，希望不要发愿堕入六道轮回，甚至堕到长寿天，因为那个天界非常的快乐。
哦，那人间呢，我们来人间修行，有一半是苦，一半是乐，还可以知道无常，然后呢去珍惜我们所拥有的福分，继续在修行，人生有苦有乐。好，那今天呢这个报道呢今天的这个开示，师尊讲到呢，他看到一个新闻报道，有一对非常恩爱的男女，但是呢这个结婚了之后，男生居然娶了女生的牌位，女生居然死掉了。女生是怎么样？因为这个地震，地震的时候被压死了，却成为悲剧。可是男生对这个女生念念不忘，居然非常的痴情，就算他死了仍然要娶她。而且呢这个呢这个摄影记者问这个男生，男生呢说，我要把我跟这个女朋友过去在一起的时光照片要放大来纪念他们过去在一起的时光，而且他们的结婚呢甚至还办酒席，跟一般人的结婚没有两样，还是大宴宾客，还有轿车来迎接新娘的牌位耶。所以呢这个怎么样呢？他说他这个活的时候，活在过去那一种非常怀念的时刻，这种事情当然是一种喜事，但是也是一种哀伤。人生总是这样的，快乐的背面往往是哀伤的，哀伤也不是很长久，快乐也不是很长久。师尊最后告诉我们，修行就是要有一颗平衡的心，哀伤的事情当然很痛苦，但是也把它看成是一种梦幻。快乐的事情当然也是很好的，但是也把它看成是一种梦幻。在这个梦幻的人生之中，你要好好的珍惜光阴，不管是哀伤快乐也好，那都不能够让你的修行的脚步停止掉，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记得师尊曾经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师兄他往生了，那因为他皈依师尊，常常修真佛密法，念上师心咒，往生的时候竟然师尊出现然后给他这位师兄一个莲花莲台的宝座，这位师兄他就一步一步一步的登上了莲台，即将往生到玛哈双莲池。可是呢他的亲人在哭喊着，太太在喊着，亲爱的老公啊别走啊，孩子在喊爸爸爸爸，你走了我们一家生活怎么办。这个师兄心里面突然一阵的哀痛，想起他活着的时候跟亲人家人相处的那一段时间，相处的那个情，他突然放不下了，从高高的莲台回头，居然一步一步往下走了，该怎么办。师尊讲，师兄莲花行者，你要赶快放下，你要赶快放下，现在是你要往生的最重要的时刻，你不放下，你身体已经没有办法再恢复了，你的身体已经坏掉了，你准备要离开了，你赶快放下亲情吧。可是这位师兄完全听不到师尊的呼唤，他突然全神贯注，没有听到师尊，没有上师行咒，全部在想自己的妻子，想孩子，想着我死了家里怎么办，谁来赚钱，谁来养家，谁来照顾自己的亲人，他心里开始狂乱纷乱。在最痛苦的时候，地狱出现了，地狱的牛头马面贵族出现了，冤亲债主出现了，
幽冥众出现了，即将要接引这位师兄，真的非常的紧张，该怎么办？这位师兄呢，就在恍恍惚惚的时候，师尊在旁边也急了，师尊大声的呵斥：莲花行者，什么才是真正你的？什么才是你的？师尊大声一喝，这师兄猛然醒了过来，想到了师尊，想到了莲台，想到他即将要走的道路，赶快把头转过来，面向这个莲花台，赶快跟着师尊融入在师尊莲花台哦，这个莲花童子的佛性光明之中往生去了。哇！这一段故事呢，记载在度过生死的大海。所以呢，我们在想人生的苦，人生的乐，最苦的是什么？苦离别，生离死别，对不对？你的亲人呢，如果跟你告别啊，他要去一个地方，去几个月，甚至去几年，对不对？或者去很远的地方，去国外上班，会不会很舍不得？你的孩子呢，去这个学校要去上课，要住在这个学校的宿舍，你会不会很舍不得？你的家人生病了住院，你会不会这个整个心就乱掉了，狂乱了？都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自己的，都对。刚刚这个同门写的是，这是哪位啊？彩娟讲，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切只是暂时的。不过你仔细的回想一下，你有没有跟亲人离开离别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你的父母啊？小时候跟父母离别啊，跟孩子离别。或者跟宠物离别，养了很多年的宠物突然死掉了，对不对？人生的生离死别，那时候的感觉怎么样？最近呢的新闻，有同门离别了，往生了，有法师往生了，有上师往生了，这些呢怎么样？对不对？师尊不是讲一句偈吗？这个不是看到他人死，对不对？那什么时候轮到我？那个有一天也会轮到我，有个记，我突然忘记了，对不对？生离死别，生离死别。有一天如果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现在好好的跟家里的人，你都已经习惯了每天见到的脸孔，每天见到的环境，每天见到的生活，对不对？那你都已经很习惯了，讲佛法讲无常也很习惯了，什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的很习惯了。不过有一天你真的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对不对？ Kitty Brana， 离别之心犹如心如刀割，有一天离别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怎么办？自己是往生的那个人真的能够放下吗？或者自己是活着的人能够放下离别的亲人吗？这个时候都要祈求，所以你要回向，回向所有的众生在面临生离死别的时候能够放下，回向自己将来在生离死别的时候能够放下，能够意念传承，祈求师尊给你内心安定的力量。所以呢，你想想将来，那再想想自己，还有呢，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身体得了重大的疾病，可能是糖尿病，可能是高血压，可能要截肢，对不对？有的身体还要截掉，或者脑的病，或者中风，或者半身不遂，对不对？那这种无常的病在自己的身上，如何放下，如何安心？哇，这个也是啊，我听到说有一位弘法人员，他身体也是得了重大的疾病，对不对？所以那无常放下真的是能够放下吗？
啊，俊雄对啊，谢谢你提醒我。眼看他人死，心中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啊，好像快快轮到我，或者看看轮到我，谢谢你哦。所以师尊呢写了这句话，他讲了这句话，哎，我们学佛修行的人，自始至终始终都要保持一颗平衡的心。所以呢，你可以看你自己在日常生活，你有没有紧张过，有没有狂乱过，有没有情绪失控过，有没有抱怨过，有没有怨恨过，有没有失常过。哎，在你面临这个的时候，谁让你平衡？你是花了多久的时间才让自己平衡呢？师尊讲，哀伤的事情当然是很痛苦，但是也要把它看成是一种梦幻。你在失去平衡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最哀伤的时候把它看成梦幻？你是多久花了多久的时间把你哀伤的事情看成是梦幻呢？所以师尊的每一句话都在叮咛着我们，快乐的事情当然很好，但是也要看成是梦幻。你都习惯跟家里的人、跟喜欢的人过着快乐的日子，有一天你爱的人、关心的人得了重大的疾病，还没有往生，你的心已经为他碎了，心已经为他狂乱了，那怎么办呢？如何平衡？如何平衡你自己的哀伤、亲人的哀伤？所以呢，讲来容易，沿路走来不容易，不用讲死，只是病而已。所以呢，刚刚介绍大家八大菩提心，真的是八心，让大家在遇到哀伤的时候，光这个哀伤都不要狂乱，光这个死亡都不要让自己狂乱，众生不要狂乱，永远都不要狂乱，永远能够取得平衡，取得一种内心的安定。因为这种平衡能够看到这个梦幻，那么呢，将来自己往生才能够有希望，活着呢也能够活出光明。大家说会吗？甘风丽讲心得哦，生离死别成难忍，哎，然后祈求亡者啊到佛土，生者坚强活下去，他朝延迟再聚会。哦，就是这样子，我们去体会无常。哦，好，诶，这个诶 ，Kelly Brana 说，曾经有梦到过那种感觉，好像消掉自己身上的肉一样，醒来的时候还满脸的泪水。哇，诶，我就是要你们读这个师尊的文集，深深的去体悟这个时刻。哦，不是只有理论而已，而是触动自己的心，没有你自己的心能够回想到那个时候自己在失衡的时候，你的心在颤抖的时候，你如何取得平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跌倒过，都流泪过，都哀伤过，悲伤过，都无助过，仓皇无助，你如何取得平衡。所以师尊呢一直教导我们要把这个呢当成是梦幻，不如呢你每一句咒都祈求师尊，嗡咕噜连声悉地哄，祈请师尊加持我看世事如梦幻，嗡咕噜连声悉地哄，祈请师尊加持我与众生看世事如梦幻，嗡咕噜连声悉地哄，祈请师尊加持我与众生看世事如梦幻，各位早日解脱。哎，好，所以呢彩娟讲最好的方法度自己的家人眷属归师尊，修行真佛密法，将来往生还是在玛哈双莲池再见。所以呢这个菩提心你一定要背，这个自己都能够苦这样子苦，你怎么能够不背众生的苦呢？背苦对不对？
慈悲喜舍，悲苦就是悲，哦，除了众生的苦，自己的苦，你有苦过来，你才能够知道众生他正在遭遇这个苦，而不会事不关己，好像觉得好像没什么事一样。Librana， 所以现在时时刻刻都要提醒孩子，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第一时间一定要念师尊心咒。所以呢，最近在睡觉呢，我有个念头，什么念头呢？我这个是我的充电器，啊，这个是我手机的充电器哦。那我睡觉之前呢，我都会打开，我有个念咒经瑜伽哈。那有一集，这个农历七月，孝亲诵经念地藏经那一集，我每次都会播放那一集，这是我睡觉的安眠曲。刚开始念上师心咒，然后念这个一段这个大力金刚咒，接下来就是诵地藏经。我想说，如果有一天往生的话，就把手机哦，把它插上去，给它充电哦，对不对？万一没有人给我助念的时候呢，这个手机哦，它就会一直念，一直念，念到这个充电器都没电。所以呢，我曾经把这个这段影片哦，变成是一个音档，我是用音档来播放，就比较省电，对不对？万一没有人给你助念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充电器，有手机要给你助念，对不对？这个是我想的真佛作弊法。好了，师尊呢讲，任何一个挫折，在一个行者来讲，都是一种鼓励哦，鼓舞。所以呢，你要感谢。虽然呢，你已经走过过去的经历，你已经走过悲痛，走过哀伤了，你要感谢那些哀伤，鼓励你。那个时候你没有放弃修行，没有放弃你的人生，没有放弃乐观，没有放弃忘记师尊，一动带生离死别，感恩师尊加持度过，学会了放下啊，吕申宝啊，谢谢啊，小妞你好啊。所以呢，每一个挫折，任何一个挫折，你要看成是一种鼓励。没有什么挫折，反而在挫折之中要发挥更大的力量。哇！Kitty Brana 说每一天睡觉前啊，那个念上师心咒给小孩哦。啊，冬梅你好。好，所以呢，再讲回这个新闻。师尊觉得说，他看到这个新闻，这个男孩子呢娶了女朋友的牌位，那他守了这个誓言啊，这个跟女朋友当初活着两个人发的誓愿誓言啊，哪有能够站起来？所以呢，他都能够这样站起来，生离死别站起来。那我们修行人呢，遭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灰心。有人说会退道心，那师尊讲他就觉得特别奇怪，因为呢这个人的心根本就没有到才会退道心。跟堂主不合会皈依证书，跟同门理事不合退道心，不修法的吵架退道心的，对不对？回念令上师很好的建议啊，充电手机播着咒经啊，瑞杰俊师尊讲的啊，挫折呢，对行者来讲都是一种鼓舞鼓励，不要忘记师尊。所以呢，如果你是可以看视频睡觉的话，可以听音档睡觉的话，可以开小小声的，不管是师尊的开示，或者我们念咒经瑜伽，或者有的人睡觉有看我们读书会直播用听音档的，都是可以，因为呢都是在讲师尊的开示哦，对。让你呢，如果有一天你面临无常的时候呢，还有个声音在给你助念呢。好，所以呢，师尊讲说，像这个呢，刚刚讲到这个男孩子娶了女孩子的牌位，对不对？哇，人家能够娶一个牌位回来，照样回家过自己的日子，早晚还给这个牌位上香，三餐还请他来吃饭。这个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师尊讲，我们不管遭遇到什么事情，讲起来道心还是要很坚固的，因为我们人生当中走的就是这一条路，
我们迟早要面对无常的，应该讲起来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最有永恒的修行的道心哦。要道心坚固，心灵上要超越，是无穷无止境的，比一般世俗凡夫哦更要超越哦，更是不同的凡响啊，不同凡响。师尊讲，学佛要有一种精神，要有恒心啊，要能够冲破一切。人生如戏，那我们也看了很多，哀伤的也有，痛苦的也有，冤枉的、被打击的、挫折的也有，被委屈的也有，什么都有。但是你也不能什么都委屈，这一条路就不能走了啊，你修行的路就没办法走。不能临终的时候还在想自己的委屈、自己的冤枉啊、冤枉、抱怨，还要澄清，那个都要放下，都要看成梦幻。师尊讲，我们像这个《西游记》唐三藏西天取经一样，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劫难，九九八十一难，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西游记》唐三藏遇到灾难，他不会讲说我这个西方取经不取经了，好，还是继续勇往直前，早晚都是要证得果位的。好，所以一点点委屈、一点点挫折、一点点阻碍，这样子修行的心看起来是怎么样子呢？看起来就是基础不稳的哦，基础不稳，就像这个柳树的这个花一样，柳絮一样，然后风轻轻一吹就到处飘。其实我们修行学佛得到的法，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修，一步一脚印，早晚是证得这个佛果。不要妄想一步登天，渐渐的走，西方取经一定是拿得到的。谢谢师尊的开示，给我们的鼓励哟。好，瑞秀君每天运用 3D 产品听师尊心咒，将来睡梦中往生没有人助念，也可以靠 3D 产品。所以现在就是告诉大家，你如果没有跟家里的人睡，对不对？一个人一个房间，你老了，然后突然就往生了，谁给你助念哦？所以养生这个听音乐的，我觉得蛮好的。都没哦，师尊心咒每天念，时时刻刻都念哦。对，最好能够念入心，对不对？好，那那个哇，这个 Lisa 卷啊，有情众生，生别离苦，缘聚缘散在世间，经历无常生死苦。直至修正果位哦，感恩师尊，生生世世度大家。好，谢谢大家今天的这个参加读书会直播。不要忘了哦，明天有念咒经瑜伽，我们会念大白伞盖佛母的心咒哦。一样是直播的时间，晚上9:30。好 ，Ben Lee 还有 Richard Jin 逆风而行，恒心修持，将来终究可以得到往生净土哦。节目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来唱《南无阿弥陀佛》，瓦哉润。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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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啊，谢谢师尊的加持，好、哦，阿弥陀佛，还有啊，洪财神诸尊的加持，谢谢大家莅临我们的读书会直播。不要忘记哦，明天晚上9:30在念咒经瑜伽，我们一起来祈请大白善盖佛母后妈妈后弥陀啊。那我们今天介绍两篇文章，八大菩提心，师尊讲正佛行者修法行法要以众生为第一，自己在最后。那么呢，不是只有为自己修，也要为众生而修，这样子才能够消除我们的业障，然后血密圆柔。我们虽然是修密教，可是师尊讲啊，在藏密呢，甚至啊学显教12年，密教8年，才能够显密圆融。我们正佛宗是强调显教跟密教是圆融的。好，那么呢，讲到这个苦乐相对，从一个新闻，一个男朋友那娶了挚爱的女朋友，已经被这个地震压死的女朋友的牌位，然后呢办了正式的婚礼，他走过的伤痛，我们的修行人难道能够输给他吗？我们修行人啊，过去走过的伤痛，走过的哀伤，走过的委屈，走过的挫折，师尊讲都是一种鼓励，鼓舞大家要坚定道心，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哦，那一时的执着而停掉修法，我们要更加的精进努力。谢谢师尊给我们鼓舞，我们的开示，感恩师尊自制这个珠玑，我们给师尊救命，爱斯德路亚比布灵布灵。好，明天晚上念咒经瑜伽，哎，那个哦，那个哎，你们金头脑活动呢，要贴答案哦，要注明是金头脑答题哦啊。好，我们呢啊，明天晚上9:30念咒经瑜伽，我们空中再会，给大家么么哒，么么哒，哇，好。